你们悄悄地关注我，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 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关注，你以后不用这么悄悄地关注我，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。 手机一直在响，我人人都爆了，人人爆了算啥呀？这论坛都置顶了，你火了，主动同学。小蜘蛛，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关注。老实交代。 你什么时候跟李勋搞在一起的？你还好意思说？我不是为了你英勇先生的吗？你真的先生啊？方淑苗，你信不信我打你？古话说得好，打是情，骂是爱。你要是没有对李勋有那么一点点喜欢，那么关注他干嘛？好啊好啊，我错了。赶紧洗脸刷牙去，一会儿10点还有课呢。哦，我去洗个澡，我昨天懵了，早都忘记洗。 方淑苗，你说我现在出去会不会有人认出我？你真以为你是明星八卦绯闻女主啊？想得美，大家也就看个热闹，下了台没人认得。可以啊，听说你拿下李寻了？不是吧？你这种一星期不回学校的人都知道了。 方淑苗，陪我去洗澡。你不穿衣服，没人认得出你来。